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听得到吗？在运动。哎，包包，包包其实是一个，这个是小羊皮的一个城市。我很懂的。加油加油加油！然后呢是搭配了这个铆钉，红色元素。我女朋友很爱买花，我就是一直疯狂买花，你可以接受吗？拿你的卡。行吧。好的。也行吧。OK， 感觉有点勉强。那你平时会给女生送包包吗？如果谈恋爱的话。那首先要先谈恋爱吧。那以前谈恋爱的人会送吗？以前。那女朋友如果她生病了，你是不是会送我妈包？我其实没有，我要好好增进一下这种浪漫的感觉。没有这种浪漫的系统，事业型还是爱情比较重要。先工作完吧，报一下。我新专辑呢叫做《The Time》，然后呢现在发行了这个第一篇章，第一篇章呢叫做《15分钟的疯狂》，然后呢陆陆续续还会有别的篇章，一共有4个篇章。第一篇章呢会带来3首歌曲，然后会在明天正式的上线，请大家期望。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哦，等等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现在还是觉得自己是最可爱的？啊，你可爱了，你是最可爱。好的，好的，谢谢。